Alright, now this is similar. Somebody grab your hand. You pull it. 好，死了死了，好快哦。哦，这时候师傅的头发还是黑色的，很认识这个师傅，我记住是这样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叫于衍林，从小生活在美国，是一名职业舞者。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好奇，尤其是功夫。我开始的时候是看了成龙的《醉拳》那个电影，感觉我的舞蹈风格和功夫挺搭的。他的一招一式，总会给我的编舞带来灵感。坐，好。我和身边的美国朋友都觉得，在中国，每个人可能都会功夫。我自己有去研究太极和传统武术，我特别喜欢咏春，就每个动作是有意义的，还有很多，但是我怕我说错。让我困惑的是，当西方越来越多人热衷于功夫的同时，在中国，传统功夫的实战性却被质疑。假如功夫不能实战，那它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？What's a 杜甫？杜甫是中国唐代的一个诗人。哦、oh, ，不了解。床前明月光，我一个吧。然后它有韵律。韵律是什么？韵律就像舞蹈的韵律一样。陈松奇，他是中国香港功夫电影兴衰的见证人。以及很多我不知道的身份。70年代，他受成龙之邀，成为功夫演员，两人作为挚友合作至今。让我们有请资深导演陈勋奇先生为选手颁发成龙奖杯，大家掌声有请。80年代，他创办电影公司，收留了落魄的王家卫。90年代，为他的电影打造了经典配乐。在自导自演的多部功夫影视剧后，逐渐退居幕后。而这次，他是我了解功夫的引路人。你跳那个街舞跳了多长时间？11年。哇，这是舞蹈跟武术，我是觉得舞蹈更难。是吗？因为舞蹈你要跟着音乐的节奏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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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一次。我帮成龙拍《醉拳》续集，怎么样才表现那个自由奔放呢？所以他很聪明，他把街舞他就这样，他就跪在那边。其实我第一次看《醉拳》就特别觉得《醉拳》和街舞很搭。对对对对对。那舞者，然后有机会你就可以表演你的身手拍动作片，你又会学到很多东西。1、2、3。陈松奇让我演功夫片，可不只是说说。几天前，他带我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成龙影视基地，希望我从最熟悉的功夫电影中感受到传统功夫的奥秘。这个就是大个的训练场。陈导，哎，大兄，你来了。他叫 Franklin， 他是街舞的。啊、哦，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威亚吊你那个感觉？威亚的感觉。啊。上，酷耶！来一打，当。在这里，我见识了电影中的功夫。在空中的时候啊啊啊！来来来来，准备1、2、3。
不到十分钟，大雄便给我编排了一段打斗。这一刻，我觉得大雄处理功夫更像是我所熟悉的编舞。所以这是你临时安排的？就是刚刚编了的，刚刚想的。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。陈勋奇看出了我的失望，他决定带我见一位擅长实战的大师。我待会呢就介绍一个李小龙的师弟，真正能打的那个咏春，实践咏春的高手，不可能有第二个。梁师傅就在那个二楼。这个，对，实战咏春，对。梁少红师傅是咏春宗师叶问的亲传弟子，李小龙的师弟。梁师傅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个帅哥，你好，叫 Frank。Hi Frank， 幸会幸会，你是美国回来的是吧？对，梁师傅在美国也是几十年了，40多年了。当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真功夫时，他却说，打人很疼。他擅长的是挨打，当脚。我基本上所有练功夫，就是练首先不应人家打到，打人的不用学功夫的，不应人家打到才是真功夫。要是我挡着你，你只有两个方法打我：他拉上就是打我，大力一点打，对吧？哎，他打我，我挡不了。我靠眼睛去看没用，他拉我，他打，大力，对吧？我不用力的，我要不看好，他拉我以后这边打，对啊，对吧？一拉只有这里打到吧，他不会打这里吧？拉我就盖位了，我就让你打我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给个机会你，我就凭着你这样打的，因为你只有这个方法。只有这个位置可以打我，他这个手一大力拍我，就一大力打他。咏春是不兜力，这是摇摇板一样，你攻这里，我就这里打你；你攻这里，就这里打你。本来他是主动，现在呢，我是被动，还比他快一点点。现在咏春。假设有一个舞蹈作品，然后想融入街舞还有咏春，你们会就是想要看到什么东西？舞步呢要制造好，咏春是搏斗，是要对手带一个拳套，让你带一个拳套啊？他怎么可能？真的吗？对手怎么打你你不知道，看你自己又看对方怎么样。跟随叶问学拳时，他每教完一招一式，都要我去试。打力一点啊，打不到他。我心很大力了。试了之后，不停追问结果，比我自己还要紧张。不够力，我手都痛了。你戴手套都不痛，你不戴手套更痛。他年纪大，就叫我找来一两个卖菜仔给我作伴。最初那些雇来的卖菜仔见我只是个少年，以为让我打绝不成问题。大力啊，好痛啊！大力一点，你真的打人的痛啊。实践咏春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？40多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，好多人都对李小龙好有兴趣，有没有见过他？后来他死了，但是人家想知道李小龙是怎么样的，咏春是怎么样的，他好奇。
What's this that's so practical, so fast, so direct? And then, of course, that's the one I chose. It's like a one-man show. 外国人呢，就跟中国人学功夫不同，他比较实在。你做什么，你讲什么，他都会问。为什么？有可能吗？中国人不是。我也看过人家表演，哇，呼，人都飞出去。你想想有可能吗？他讲的东西好深奥一样，哎呀，这个师傅好厉害。你跟他讲实在，他不相信你。初到美国的梁少红便意识到，如果想在这里推广咏春，实战性是很重要的。我教徒弟一样的，我说什么你不能相信，你怎么就是真的假的？你试试看呢。Richard 打到通过实践追求功夫的真理，梁少红的咏春被外界称作实践咏春。OK， 打春心，严治潮湿。我只是相反的力量，这个点看得很准，很多搏击它只是单个的动作，功夫就讲阴阳，上下是阴阳，前后是阴阳。他师父几十年来练功练功练功，对对对，所以你会去设计这些东西会跟传统的打到会不一样的、真的打跟这个区别，因为我们拍动作片还是需要那种效果嘛。对，你如果完全就是按照那个传统那些打，那又把人给打伤了，然后效果又没有、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传统武术作为基础的情况下做一些改变。但是这几年传统武术被黑得挺惨的，很多老师都觉得就是找个真正的传人很难，所以他的师父也是挺支持这个传统武术上擂台，对，别让那个传统武术丢人。没错了，传统功夫有很多已经快失传了，那些师傅就发现他们很困难，没有人学，包括他们的儿子啊孙子啊，都为了现实生活的需求去努力赚钱生活，就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练武术还有什么用呢？50年代，中国香港出现繁荣，鱼龙混杂。那个时期，人们都学得一招半式，以得自保，会功夫显得尤为重要。出生在大户人家的梁少红，衣食无忧，从小痴迷功夫。他见证了叶问最为落魄的时期。最近好几年呢，我就留意到人家说传统武术不能打，我现在差不多80了吧。以前呢，讲历史来说啊，我们中国民间的武术是防身的，是搏命的，解放以后治安比较好了，基本上呢没有这个必要改了，就强身健体表演，观看好。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，乡村生活和城镇生活的剧烈碰撞，文化不断融合。美国的西部牛仔、日本的忍者以及中国的功夫，这些曾经的对战技能逐渐成为精神文化，又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到现代人的生活中来。我很好奇，这个你跟他们训练是怎么样？就是我叫警察跟这个都是错的。1974年，因寻找生意机会前往美国的梁少红，偶然情况下在纽约遇到帮派打斗，期间展露了身手。北方刀杀我，两个手安全了，他杀
坐着。两名休班的便衣警察目睹了整个过程。还有杀人不打，接着我拉着以后我就头拉萨啊，拉我拉着一简单就好。因此力邀梁少红移居美国，向当地警察传授功夫。我有180斤，一把80斤啊，一个手指可以把它放上。将中国功夫中制止侵袭、止戈为武的精神与技能在实战中发扬。行不行啊？不用力了吧？对吧？嗯。这一块呢是陈家湾获得一些金马奖啊、金像奖。和梁师傅的接触让我见识到了功夫的实战性。不过在不需要实战的现代社会，功夫所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？功夫作为一个打架的一个方式跟拍电影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两个东西有冲突？没有冲突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能量是一样的？一样的。精神，练武的人有精气神，我不怕对手的多强大，只要我有信心，我要一定要把你打倒。对。那如果这些孩子将来出来社会做事情，他们都会比没有学功夫的人来得强。了解。练武的人他会慢慢赢形成一培养出一种正能量。因为每一个师傅都教徒弟不要做坏事，不能好勇斗狠，就是儒家思想传承，一里始一里终。一里始一里终，在功夫的一招一式背后是中国人对礼的尊崇与向往，体现在习武之人身上就是那种不畏艰难、勇于进取的精神，还有被称为气节的信念。叶问最令我钦佩的就是君子固穷的气节，他三餐不济，虽然无奈但没有半句怨言，尽管穷但仪容从来干净端正，尽管天气热，他从未解开半颗纽扣，更从未像其他人一样失火。这一切显示出了一派令人敬仰的儒者风范。和梁师傅分别后，我决定编排一段基于咏春吃手的双人舞蹈。咏春的手势是怎么做的？那我把你拉下来，你这个左手就往上。我把开，大概这个意思。这咏春的那种质感，但是是我们的舞蹈的。将我所理解的理，通过舞蹈来传达。三，然后四，四，五六七八，一。梁师傅和陈勋奇告诉我，在理的背后还有一个理字。好多事情都是一理通八理明，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背后的一个理论的。嗯，真正学功夫呢，不是靠胆量，要学个什么心法？心法，我们就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嗯，什么是心法呢？杨丹青的激情切，激情切，谁教你的时候就告诉你怎么怎么切，怎么用力，怎么用不停的动。你通通都懂了，要明白这个理论在哪里，你一定掉下来的。都有一天你不掉下来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哎，我不掉下来了，这是心法，对吧？讲不出来的。等一下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怎么样？可以。然后我的右手往下，你的左手可以跟我的左手。有理之理，才是功夫既可实战又可养性的心法所在。我挡你，挡得了吗？哇塞，这打点好像有点突吧，会不会？没有，咏春就咏春本来就是很快的。我自己也是，就是中国人嘛，啊，但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接触这种东西。那我觉得大六你要做一个东西，大六，我觉得你可以这样。大六，嗯哼，
齐，哎，这个好。礼与礼，武与武，那些曾经和我有些距离的传统文化，三四，如今仿佛这身体的韵律一样，逐渐融入我的内心。从头，走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大，六，大，大，哦，大，这个安排。七，八。我来到这儿就感觉我自己，通过我的朋友，身边的朋友，就更贴近祖国的文化。5, 6, 7, 8, 1, 2, 3, 4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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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, 6, 7, 8, 1, 2, 3, 4,